主料：南瓜150克，辅料：大红枣10克，玉米淀粉6克，冰糖30克，干莲子100克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南瓜、干莲子、大红枣、冰糖，锅中水烧开即下入莲子，煮10分钟，红枣冷水泡发，洗净，取出枣核，南瓜刨成片状，用微波袋装好，叮4分钟即可烂熟。煮好的莲子，叮熟的南瓜备用。红枣切小粒，南瓜压成泥状，煮好的莲子放入冷水锅中，煮开，撇去浮沫，下入红枣粒，加入冰糖，煮2分钟，下入南瓜泥，搅匀，煮开。玉米淀粉用水调好，调好的水淀粉倒入南瓜羹中，搅匀，煮开即可盛入碗中。烹饪技巧：一、莲子不用泡发，水开直接下入锅中，10分钟即熟。二、南瓜也可以切小块煮，或者蒸熟。三、不喜欢甜食的可以不加冰糖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